学了，怎么不回家准备准备，还到这儿来了？厂里成立革委会，这样大的喜事，我们能不来吗？<笑>唐师傅，哎，你这个工宣队长担子可不轻啊！没问题啊，还有政委吗？大家放心，前不久，毛主席向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珍贵的礼物——芒果，这是对我们全体工宣队员的最大支持。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同志们，我们一定努力去学，努力去做。 绝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妈妈，大双。 我们是欢迎工宣队的，工宣队进驻我校，支持左派闹革命，就是好。<笑>支持左派是对的，可不是支一派压一派哦。我们是纺织工业大学红卫革命造反司令部，我们红卫革命造反司令部是欢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的。 但是谁想利用工宣队反夺权，我们就打倒谁。我们是纺织工业大学红卫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小说，他们红造司欢迎工宣队，是有条件的，是口头上的。我们这个大字块，就是针对他们的。妈妈。 可要警惕呀！不管是你们哪派，都要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寸步不能离呀！你听见了吗，孩子？ 请进，彩云，阿秀姐，你回来了。这星期你不是上夜班吗？是啊。
我是提前来看你的。快坐下。怎么，小姐俩又闹翻了？可不是，这屋子好比气象台，他们学校两派关系一紧张啊，床和桌子也就分家了。彩云，我一看见这张照片，就想起这小姐俩当初他们一起冲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景，想起这些小将们那种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真为咱们有这样的下一代高兴啊。可是再想想我的那个儿子，阿秀姐，我们工宣队明天就要进驻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嘱咐嘱咐我吧。彩云，自从你进学习班以后，我一直琢磨一件事，就是大姓的那封信。这些天在学习班为进驻大学做思想准备，也常想起大姓那封信，一想到他，我心里也很不平静，更增加了我们去进驻大学的决心和力量。彩云，过去我总以为这是一个孩子的不争气，一个家庭的不幸，是自己的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阶级斗争啊。对呀，如今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呀，彩云，我把它找出来了，你带上他吧，说不定你会用得着他。阿秀姐，我懂得你的心思了，你让我带着他，是让我不要忘记阶级的重托。放心吧，阿秀姐，不管资产阶级怎样进行反扑，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整个阶级给我们做后盾，我们工宣队一定能把上层建筑的领导大权长起来。我是杨明啊，你是老聂吗？是我。勤务组正在组织辩论，明天怎么对待工宣队？哦，双方观点对立得很，最好你能参加一下。我不能出头露面吧？看来你的第一个方案通不过，只能按你说的第二个方案，在怎么欢迎上做文章。哦，好吧。想进驻大学，没那么容易。Yeah.
学队今天就进入学校了。哎，我正着急呢。我看这样吧，你先代表我们兵团去迎接工宣队，我们装完了这船援外物资就赶回去。哎，等等，哎，有什么话要捎给工宣队吗？你先向工宣队汇报一下啊，学校目前的情况没法搞脱皮改，所以迫切希望工宣队进驻。对了，近几天援外任务很重，我们为了和工农相结合，正在船上参加劳动。这次工宣队进驻，我们一定赶回学校服从他们的领导。好吧，就这样。好，哎，哎，骑上我的自行车。哎，欢迎欢迎，我是无畏战斗兵团负责人，欢迎工宣队。好好好，我是前进大队负责人，我们热烈欢迎工宣队。好，欢迎你们。好好。不够，我是风雷革命造反兵团的负责人，特来欢迎工宣队进驻我校。欢迎欢迎。好啊。不够，我是学工农革命造反兵团的联络员李小虎，我们的负责人叫赵大海。哦，正带着全兵团98名战士在船上装货，派我做代表前来欢迎工人宣传队。他们装完货立即就赶回学校。好的，和工农结合这很好啊。欢迎你们。好，周大双，周大双，不好了，出事了。怎么了？周大双，咱们欢迎工宣队的台子被红皂丝给砸了。为什么？红皂丝说他们是掌权派，其他组织无权单独组织欢迎会，只能派代表参加他们组织的会议。我们和他们辩论，他们就把大徐给抓走了。他们来拆台子，大徐气急了，碰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大徐，哎，一派掌权是非法的。就是嘛，欢迎工宣队是表明我们组织的态度，他们为什么搞垄断，简直欺人太甚了。太听一句话，他们就是反对我们欢迎工宣队。走，咱们回去看看，找去。跑步前进。我们是欢迎工宣队的，工宣队同志，难道我们欢迎工宣队的人对了吗？大主是正义，谁反对工宣队，我们就坚决打倒谁。同志们，经我们研究，决定马上派工宣队员们到各群众组织中去，就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李小虎同志，工人师傅，你向我们反映的就是这个人吧？对，就是他，红皂丝亮相的干部，原校党委的副书记。这个人呢，是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反动的教育权威，是凯洛夫的孝子先孙。有什么要说的，畅所欲言。你说吧，你说吧，李小虎，你说吧。前些日子，他趁干部亮相的机会，向我们学校的掌权派红皂丝递了一份检讨，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的领导干部。我就是红皂丝的。哦。我们组织内并不都同意这种做法，学校里反对的那就更多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聂家良就是要把我们掌权派当成防空洞。我们学工农的全体战士就是因为对这件事情不满，才从红皂丝杀出去的。
同志们，刚才老唐所讲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在学习班上分析过的那个干部。对这个人，我们要提高警惕，进行多方面的观察。我看这样吧，我和老唐去参加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同志们呢都下去，找革命的教工、教员、革命小将，好好交谈交谈，以便尽快地了解全面的情况。看这么安排，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意见，行了，可以，同意。这次工宣队召集开会，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吗？不知道，这通知就来了。各派的头目都来了，第一次召开会议，肯定要解决一些问题。对，是，对，他们呀，就是你呀，一定要力争你妈妈对咱们的支持。恐怕不行，我妈妈不会轻易支持一派的。你妈妈来了，来了。坐吧，坐坐坐，到里面坐吧。好好好，好好，师傅，好。喂，师傅。哎。先生，坐，坐吧，大家都坐吧。都到齐了吧？洪道司没来。对，洪道司没来。就差洪道司了。通知了吗？都通知了。那为什么他们还不来呀？是不是再通知一次？小钢炮，他怎么来了？怎么派他来了？我是红卫造反司令部派来的，全权代表。全权代表谁呀？我看呐，他来也没有用。他又不是头头。他说的算吗？派他来有什么用？说不定啊。就是要来和你争高低的。你们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来？我是全权代表嘛。开始吗？好了，开会吧。红卫兵小将们，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驻大学。今后我们要和同志们在一起并肩战斗。是派周小双去参加的会议吗？是派他去的。嗯，高部委这件事办的总算是动了点脑筋呐。高部委本来是很有点闯劲的嘛，怎么最近他是有点越来越幼了。嗯，你们是一块冲杀出来的，要好好的帮助他。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你们把权夺到手真是不容易呀，可要珍惜呀，啊？就是嘛。那好，现在讨论下一个问题。根据多数群众组织的意见和要求，我们工宣队建议，凡是由各派抓的、关押的人，都放回原单位，参加都批改。好，好了，这回咱们大学洪造司该给放回来了吧？哎哎，你们季风同意这个建议吧？拥护，同意。你们同意什么？你们又没关人，你有什么发言权？没关人，关人更有发言权。我们也同意。没有发言权了，这什么道理？怎么办？等一等。
工宣队进驻我校，我们是欢迎的。嗯。但是，不能这样下车伊始就。这个建议我们不能接受。小胡，怎么样？关于咱们主持欢迎会的事儿，工宣队不同意，说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要一碗水端平，还说工宣队进入大学是要实现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虽说各派在怎样欢迎上有分歧，但咱欢迎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对这一点给了充分的肯定。再就提出让各派把抓的人统统放过去，参加斗批改。工宣队同志，我说三遍了，一个也不能放，放了他们我们就是投降。我说你这个小同志，怎么能用这样态度对待自己同志呢？这不是谁向谁投降的问题，大家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嘛。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小双，你甭教训我，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好吧，我去打个电话。我看其他各派就按协议办吧。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只要各派都同意都签字，我们就放人。我们五位战斗兵团同意。我们学工农革命造反兵团同意。我们同意了。我们签字。哼，甭神气，签字就签字。第一次会议总算达成协议了。老唐啊，事情没那么简单，写在纸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大量的工作还在后面呢。哦，工宣队同志，欢迎啊，欢迎，我是聂家良。哦，我们听说过，你是晾在一派组织的干部。我主要还是向造反派学习，我本人跟造反派一样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我校。请工宣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占领上城建筑太及时了。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尽力而为。希望你在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上能够起点好的作用。哦，特别是要把矛头对准一小撮走资派。那是，那是，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造反派是不太喜欢别人指手画脚当诸葛亮的，这一点还要请工宣队同志理解我的处境哦。我们了解，你在群众组织中还是很起了点作用的嘛。哦，哦，那哪里？哦，那好吧，我先是来表一个态，以后
还要请工宣队同志多帮助哦。啊，好，您忙吧。啊。我洪肇司发言人郑重声明，所谓各派代表签署的放人协议是无效的，签了自由会班，他们背信弃义，是怎么着？骗你们骗子，就是说不算，算什么造反派？就是。哎，郑美啊，郑美啊，算是叫你说着了，这纸上的东西果然靠不住啊。显然是有人在后面给他们出主意。嗯，对呀。老唐啊，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你说怎么办吧？我看这样吧，我和阿强到红楼去，你和老李老陈留在外面，密切注意动向，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还是我去吧。不，外面的任务也很重。告诉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我们规定的不还手、不还口、不赌气、不顶牛的原则。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沉重冷静。好，不过你这样去我真有点不放心呐。总是要交锋的。妈妈不能去。为什么？他们搞了武斗攻势，拐个弯就能看见了。风雷派把工宣队女政委请来了，命令一级战斗准备。好。阿强，你和我去一趟。好。其他同志先回去吧。同志们，你们也回去吧。啊，我们回去吧。走吧走吧。好，同学们回去吧，咱们都先走吧。你也回去。哎，怎么回事？他们去红楼了。那不，哎，看看去。阿强，你当过解放军，你看看这攻势能打多少分？搞得倒挺认真，可不怎么顶用，只能给50分。对不起，现在戒严，要凭通行证出入。向谁戒严？谁发的通行证啊？我们红卫造反司令部。小同志，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受党和毛主席的委托进驻大学的，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难道进一座楼房还需要某一派群众组织的允许吗？请你立即把门打开。杨老师，他们要进来怎么办？请进。你是？我叫杨阳明，是教员。小胡，你带工人师傅进去吧。请吧。同志们，我们来干什么？我想你们是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我要问一下你们的全权代表周小双同志。单方撕毁协议，这是为什么？我们不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不该放。不为什么？你们是在给谁出难题呀？哦，这是我们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聂家良同志。我们已经认识。很好，正需要你协助解决问题呢。各派一致达成的协议，一派擅自撕毁，这很不好。是吗？是吗？
红卫兵小将们，这样做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至于吧？您说的太……小将们嘛，做一点出格的事儿，我看谈不上别有用心吧。请你注意，第一，我指的不是革命小将；第二，这样做，矛头是指向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我们本来就用不着别人来解放我们，就是嘛，我们自己完全有能力解放自己，不需要救世主。同志，你不要扣大帽子嘛，我们抓人放人是自己的事儿，怎么是把矛头指向公宣队了呢？说穿了吧，这样做就是故意制造事端，达到把公宣队撵出学校的目的。这，我说公宣队同志，你们要是有什么事请和我交谈，我是红卫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高不畏。对对，那好吧，你们谈吧，我先走一步。不，既然你是晾在这一派的领导干部，就应当留在这儿，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哎，怎么样了？没动静。周大叔，我们也太软弱了，和平谈判不济一事，还得凭武力解决问题。对，走，要人去。走，走，走。他们冲来了。这样大的事端，一般人是很难挑起的嘛，啊？对，挑起这样大事端的，绝不是一般人。我们这个权是掌定了，谁想用武力来夺权，谁就来较量一下。小刘，走。黄鹤，你要干什么？你少管闲事。黄鹤，你走，走，不能去，不能去，快决定啊！小叔，赵大海，赵大海，快快，学校里面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看呐，咱们赶快集合人回学校吧。好，你马上集合队伍，来，快点，好，干。集合！哎，集合，集合，集合了！马上集合！学校里出事了，快走吧！同学们，学校里出事了，我们马上赶回去。同志们，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受党和毛主席的委托来大学领导斗批改的。凡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事情，我们一律反对。至于今天这个事情，究竟是由谁挑起的，你们一定会弄清楚。红造司把堂主打伤了。红造司太不像话了，堂主打伤了，工人队太不像话了，怎么搞的？红造司打人了，把堂主打伤了，谁让他们打人的？老聂呀，刘小舟扔砖头打伤了公宣队，这事儿闹得咱派更被动了。告诉高部委，赶快把抓了那个大许放回去。嗯，等等，而且要动员他们把打人凶手交给公宣队去处理。放大许怕是没有理由不放，可交出刘小舟，他们不会同意啊。告诉他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当前关键的是尽快的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好，这以后再说。 杨明啊，工宣队进驻大学，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咱们不能。我这是跟你讲啊，工人不抓生产，跑到大学里来能干什么呀？搞运动嘛，他们也许还行。至于领导教育，还得靠我们嘛。 不过，现在他们来势很猛，在这当口，让步还是必要的。再说，把人交出去，对红道司只有好处。我这都是为你们着想啊。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倒没什么了，按照自然规律也该淘汰喽。 我遗憾的是，要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你早就被提升为讲师了。事不宜迟，赶快找高部委做出决定。到底是同意不同意把人交出去？说话呀！ 放了人还不算，又要交出去一个，没那么好的事儿。我坚决反对。嗨，想不到，响当当的造反派，如今落到这么个处境，我看这全是自己找的。大伙过去早说了，别秀攻势，别搞舞动，你们个别吵吵就是不听，就是。跟他们说，个别意见，同志们，别光吵吵了。我们呢，还是解决当前问题吧。那你说怎么办？依我看，从长远打算。 最好是把人交出去。你说什么？打算什么呀？交出去不就占住理了吗？咱们也就不至于被动了。我认为，今天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没理，站也站不住。我看，交不交人是小事，我们应当以组织名义向工宣队赔礼道歉。呵呵，真行！小钢炮见了妈。 撞头来抄里打了，你少胡说！我问你，无故抓人有理吗？说了不算有理吗？扔砖头打人有理吗？现在又要把自己的战友抛出去，这样做对吗？好，好，好。这样吧，同意交的举手。 这不是交不交人，不能交，坚决不能交。不同意，你交他干什么？工宣队到咱们这进驻了，不欢迎，不，我们应该欢迎。哎，都谁来了？来了10多个，还有小双的猫，那个女政委又来了。老高，你可不能诱啊！ 一个鼻涕，都是钢贴的。<笑>不欢迎。 我们就在这儿办公，胖子，过来，蹲下，让我看看。好。哎。
什么了？乖乖，拆除公事，整理教具呢。真的吗？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起冲杀出来的战友，我坚决反对出卖自己的同志。我也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们就认了，不交。就是嘛，可是不能交，只有把人交出去，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呀。我们主动交枪手，高姿态，这是有理。让风雷派捞不着稻草，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有利。权还能由咱们掌握，在原则上没有什么损失，这是有节呀。我觉得老聂这个意见非常值得考虑。我反复考虑过了，为了我们红卫造反司令部不被别人压下去，我情愿把自己交出去，我去向古宣帝投案。这怎么能行？我们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吗？再说就是投了案，共宣队也不会原谅你。我看你不能去。必须严惩打人凶手，必须严惩打人凶手。风雷革命造反兵团严正声明，红造思义小撮打伤进驻我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地地道道的政治事件。对此我兵团发言人郑重声明，必须严惩打人凶手。我们相信共宣队的同志在反革命挑衅面前绝不会手软，绝不会示弱。我们坚决支持共宣队的一切革命行动。嚯，真能造舆论，听见没有？还要我们不要手软，不要示弱呢。就是吧，如果真这么办了，可让走私派捞了一根不小的稻草啊。嘿嘿，何止是稻草啊，简直是根金条嘛。老袁，哎，你去找一下老唐，让他务必动员风雷派关掉派性喇叭，停止内战。好，告诉他们，他们这样支持我们，只能使坏人高兴。好吧。来来，过去吧，我们自己拿，自己拿。好，唐师傅，哎，我们这儿条件不太好啊。挺好嘛，啊，别帮我一把。唐师傅，坐吧。您坐，您坐，好好，别客气，坐坐坐。顾仁师傅，我们风雷派非常欢迎共宣队进驻我校。要不是共宣队，我们的战友还要继续被关下去。那可不。唐师傅，哎。可不可以提个问题啊？好啊，欢迎啊。我们为自己的战友恢复了自由感到特别的高兴，可是共宣队为什么不严惩红卫的打人凶手呢？红造司挑起的流血事件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对此我风雷革命造反兵团郑重大帅，这是你们的大喇叭。是，我们一向是旗帜鲜明的。你们的旗帜在哪儿呢？这不就是吗？嚯！现在讨论下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今天的武斗事件？我看今天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红造司扔砖头打人引起的，所以我们应当集中研究打人凶手的问题。我看红造司扔砖头打人问题是严重的，可如果风雷派不去冲，也不会发生这场武斗，两方面都有错误。目前的焦点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集中在如何处理所谓打人凶手问题上，实际上呢，是有人想借此机会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给共宣队出难题，据我们了解，他们要把打人的人交出来，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承认了错误，而实际上呢，是交给我们一个刺猬。刺猬？嗯，对这个人我们不处理，风雷派反对，我们处理呢又得罪了红造司，这不是让我们捧着个刺猬是什么？可不是吗？真是个刺猬。他们的第二个目的
是想再次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浪潮，激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小将，企图诱使我们犯错误。对呀，矛头是指向工宣队的，处理不好，不但不能消除派性，还会火上加油的。红造司挑起的流血事件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对此我风雷革命造反兵团郑重声明，必须严惩打。哎，还真停了，广播不响了。还真把广播关了啊！老唐真有办法，说服风雷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同志们，我们是受党和毛主席的委托，来大学领导斗批改的。我们工宣队的一举一动，都要从大局出发，都要符合党的政策。对待各派群众组织，我们都要一碗水端平，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个人义气。对扔砖头这个孩子，我做了一些调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跟走资派斗争的非常坚决，是一员虎将。哎，张师傅记得吗，去年在和我们一起保卫兵工厂那次战斗当中，有个表现得非常勇敢的红卫兵。哦，记得记得，是有那么一个人，他就是那个被坏人打伤了的红卫兵。那小家伙真不简单呢，那次他飞快地爬上大门，向那些坏人高喊不许冲击兵工厂，一块石头打破了他的头，他头上流着血还继续坚持战斗。哎，真没有想到他今天居然能拿起砖头打自己的战友。嗨，那还不是让坏人给挑唆的。你说得很对，所以我们不能只凭一时一事来简单地处理他。我主张对这个革命小将不追不究，好好帮助他，教育他，相信他会很聪明。工人师傅，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你们惩罚我吧。工宣队同志，请进屋吧。卫兵小将们，你们还记得这面战旗吗？记得，我们记得。当初你们和风雷的战友共同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那时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你们实行了白色恐怖，把你们打成了反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了你们的革命行动，发出了革命无罪
向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伟大号召。那时候，你们和风雷的战友一块儿打着这面战旗，涌向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一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盼呐，终于盼到了最幸福的时刻，我们一起涌向了天安门。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大老人家健步走向了金水桥，来到了我们红卫兵中间，他慈祥地望着我们，挥起巨手向我们说：“我热烈地支持你们。”毛主席，毛主席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希望你们能够发挥革命小将的战斗作用，团结一致，彻底摧垮一切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可是现在你们做得怎么样？我记得你们曾经说过，前辈打江山，后辈来接班，那时候我们听了多高兴啊，你们知道吗？在这面战旗上包含着多少老一代对下一代的期望啊。那时候你们要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要赶制这面旗，是我们纺织厂的多少工人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为你们感绣了这面旗上的字，那每一针每一线都充满了对下一代无限的期望啊。小说，不是你和你姐姐一块儿抱着这面战旗来找阿秀婶和阿香姨的吗？这面革命的战旗记载着你们共同的革命历史功绩呀。如果搞派系打内战，什么人高兴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把矛头都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对准修正主义路线，才能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你们的期望，不辜负全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啊。想想这些不应当猛醒吗？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可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团结不要分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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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喂，是我。什么？事情变化得这么快？洪兆司的头头是不是都被他们争取了？哦，杨明啊，你快点去找黄鹤，让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哎。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号通知，全校各革命群众组织师生员工请注意，请注意，今天上午8时在大草坪召开全体师生员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请准时参加，请准时参加。开会了，同志们，坐下，都坐下吧。请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到台上来，组成主席团，共同主持这个大会。学工农的赵大海同志马上到台上来，我们一切都听从工宣队的领导，我们组织人少，不进主席团了。这可不行啊，人数不在多少，快上来上来。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联合起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现在开始。我提问题。本人是红卫造反司令部的勤务员，有个问题不明白。我们几派群众的人数，工宣队不是不清楚。既然是一碗水端平，为什么不按各派人数的比例组成主席团？提得对，为什么有偏向？提得好。各派代表性不能以人数计算，要公平对待各派群众组织。你们别得了便宜卖乖，要不叫工宣队组织开会，我们绝不跟你们坐在一起。我们还不要和你们坐在一起呢，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同志们，昨天愿意联合，今天又闹分裂，这是为什么？你们这样做对谁有利想过吗？你们不了解学校的斗争情况，你们没有发言权。黄鹤，你不要胡闹，他们就是没有发言权吗？什么？我们没有发言权？不错，我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12岁就当童工，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解放后才摘掉文盲的帽子。我们工宣队员的绝大多数也是头一次跨进大学的门槛，但是对于旧大学我们并不生疏。资产阶级靠它毒害我们的青年，夺取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工人阶级深受其害，我们为什么没有发言权？有人问工宣队为什么要开到学校里来，他们了解学校的斗争情况吗？同志们，
红卫兵小将们，在这里，我要讲一讲一个老工人，不，应当说是全体工人阶级给我的一个嘱托。在旧社会，我们纺织女工没有生育的权利。26年前，我的一个叫阿秀的阶级姐妹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生下以后，不敢让老板知道，女工生了孩子是要被解雇的呀。我们看着这个孩子发愁，谁也想不出办法。幸好春花姐进城卖土布，心疼这个孩子，决心把他带到乡下去拉扯大。阿秀，把孩子交给我吧，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把这个孩子拉扯大，以后你就是他的亲妈。要不是你，这个世界上就没他的活路了。给他起个名字，叫大庆。从此，亲生的儿子就这样离开了妈妈。6年过去了，春花姐一家带着孩子投奔了解放区。从此大庆得到了新生。妈妈，妈妈。哎，孩子回来了。大庆，学校好吗？好。为什么吃这么好的饭？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妈高兴啊。放钱，地主资产阶级老爷连生存的权利都不给大姓。解放后，大姓认字了，而且有权上中学了。孩子，别挑了，等你爹回来再挑吧。妈妈，我走了。Thank you.
妈，你回去吧。哎，孩子，到了城里，要下着给妈妈来信。啊，妈，你放心，我有空就回来看你。好的孩子呀，可是春花姐万万没有想到，她再也见不到大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这个孩子从她手里夺走了。3年前，阿秀姐突然收到春花姐的一封信，让他一定要去一趟。原先是多好的孩子呀，他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妈妈，我终于大学毕业，就要被分配到一个新的城市去当大学助教了。这是我得到誉满全国、扬名天下的宝座的极好机会。在这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我不能随便浪费时间跑到乡下去看你。你病得可太不是时候了。再说我过去从没对人讲过我乡下还有个妈妈，现在像我这样身份的人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更无法开口对人讲了。他把我们忘了，阿秀，我对不起你，没有把咱们的孩子管好，这不能怪你呀。月仙是多好的孩子，要想办法把他给拉回来呀。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这就是那个自称有远大抱负人的信。春花姐含恨死去了，阿秀姐也失去了她的儿子。可是这件事在我心里整整转了3年，大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是只有一个？怎么样才能把他们都拉回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明白了过去被资产阶级毒害了的千千万万个大信，现在只有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把他们都挽救回来。妈妈，同志们，我就是那个
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的。杨大兴，我是工人的儿子，也是农民的儿子，旧社会连生的权利都没有，是党，是毛主席给了我生命和上学的机会。我曾经多么想成为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呢，可是旧大学歧视我们工农子弟，他们骂我们笨，骂我们土，骂我们粗，他们赶走了多少工农子弟呀。为了能成名，我走上了白砖道路，我变了，我不想去认我的工人妈妈，也不想去认我的农民妈妈，我为了自己能够成名成家，就连他们给我起的名字我都不愿意要了，是文化大革命砸烂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工宣队进驻我校，他们又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挑动派性，挑动武斗，妄图把我们的工宣队赶出学校。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毛主席，我要革命，我要解放。共宣队师傅，我要和走资派划清界限。大兴，欢迎你，欢迎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杨大兴同志，欢迎你起来革命，你的解放可以下去个别谈。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罪行的大会上，杨大兴同志用他亲身受到的毒害给我们做了活生生的见证。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他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缩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个无产阶级的后代几乎要被变成资产阶级的心脏品，它说明什么？它说明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不再出现千千万万个大姓，必须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了保证我们的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要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队伍开进那些长期被走资派统治的地方，开进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我们充分估计到了新老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绝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跳出来疯狂地和我们进行较量，来试试好了。我们准备和他们斗争100次、1000次，但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这是因为
在我们的身后有千百万真心实意要革命的群众，在我们的前面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指路明灯。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毛主席赠送给北京清华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珍贵礼物，芒果传到我市。这是毛主席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关怀，让我们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化为巨大力量，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开始，毛主席把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担放在我们工人阶级的肩上，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让资产阶级发抖吧，对于他们的挑战我们会随时给予迎头痛击。